哎、欸，我把它换掉了，修一下。阿巴德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这个造型？电动的，全部都黄标。我是造型，黄标造型。跟你是什么生殖器官？不是啊，这个造型就长这样啊，我能怎么样？但这个造型没被黄标，我随便你。但这个他妈的，一看就知道是飞机杯。乱讲！干太像飞机杯了吧？你是不是还有接工商？情趣梦天堂还是什么？没有，那是动哥，我没接这个。干这个太像飞机杯了，干还破一个洞，露一个脸是冲啥洗？阿全，干这露人个家造两颗型马眼，这是个是什你么飞的机包杯皮够没洗的样子吗？来。